地面，上来，抬膝下去，对，什么叫直上直下？如果一到9秒83，严老师就会吹口哨，然后就代表你们的距离到了。然后每一条道，我们都安排了我们的小组长盯着你们9秒83跑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然后我们会告诉你你跑了多少米 ，OK 不 OK？ 好，大家尽力啊！什么是体育精神？现在就展示你们的体育精神的时候了，加油！抬腿，哎，这个组应该这样比较厉害。其实主要是能够用自己的知识理论能够帮助到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充实的感受到今天所教他们的东西，也希望他们在日后的这个训练还有体育运动当中能够用上。